是勇敢的英我是国民小妹赖慧如，掌声、yeah!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带她去德来素，对，德来素，德来素温馨的经脉，家里够心花满，有时做梦嘛会使呢。哎，对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德来素嘞。除了薯条之外，好紧张哦。哇塞，你很厉害，你还有大舌头，你像，哦，那是麦当劳的，是不是？是甜心卡。哇，哼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不会客气哦。我全都要。买款，吃饱了。还要一个特大薯条。待会退了，大薯，哇，怎么来了？有没有散发了神圣的光芒的感觉？哇，我闻到味道好香啊！真香啊！耶，太棒！我在直播，还跟人家讲，他讲说对。哎，我第一次喝这么大杯的饮料，哎，开心了！哦，天哪！来，先吃完之后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对，我第一次工作可以边吃东西，好爽，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差点说好爽，嗯，没错，录是一天录三首啊，嗯，哎，是有包含那个曾伟忠唱 rap 的部分吗？哎，有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最好笑的是我这首歌赶快就来 rap， 本来是那两段都是要我跟他合唱，但是因为我 rap 实在唱太烂，我刚开始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在念鼠来宝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没办法，因为有嘛，嘿嘿。请记得锁定四季线上影视，记得要看哦。